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視察屯門翠寧花園的圍封強檢行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分別派出破產管理處和庫務處牽頭統籌和執行翠寧花園裡面不同樓宇的圍封強檢行動。自第五波疫情以來，政府已經進行超過200次圍封強檢行動，檢測陽性比例極高。林鄭月娥讚揚同事盡心盡力執行行動，致力為居民提供周全服務。林鄭月娥說，面對嚴峻疫情，部門之間無分彼此，承擔不同抗疫任務，充分發揮政府總動員抗擊疫情的精神。